湿，让你的手先湿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湿搓，是不是要先搓一搓？冲是冲水，对不对？搓了二十秒以后，搓了洗手二十秒，对不对？搓完以后，是不是要把手冲干净？好，然后冲干净以后还会怎样？冲水洗洗水龙头，我们没有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是要擦手，对不对？要靠卫生纸坐在马桶。哦，没有，我们今天不坐马桶哈，我们今天只有洗手哈，上厕所的时候才坐马桶哈。好，那大概都有一点概念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现在开始来跳洗手舞好吗？好。那我们请姐姐给我们音乐好。那我们首先把它插在腰上面。好，会不会太急？还是要站两？是我们两个太急了，是吗？哎，对，也可以来这里，也可以。说真的，可以来这里。